看看新闻网。周杰伦近来为第二部自导自演的电影《天台》勤练肌肉，昨天他为新片试造型照片曝光，精壮体态极具吸引力。而近来因为工作繁忙及睡眠不足，疏于照顾身材，为准备新片及出席金曲奖，他在健身狂的刘畊宏训练之下，从饮食控制、专业指导及导正运动观念三管齐下再造肌肉。当时的心情怎么样？一听到入围的时候，非常开心。对，那希望可以，当时就想说可以赶快在这个健身房练身体，希望那时候可以穿这个无袖的红地毯，因为很少人穿红袖。对啊，是在说真的哦。回想拍摄青蜂侠时期的体重，周董至今觉得汗颜。我自己看青蜂侠的时候，这个是稍微有点过分了，过分了一点，有点对不起大家这样。早在11年前，周董在范特西专辑就秀过肌肉，他开玩笑说当年年轻不懂事才脱的，现在后来又一件件穿回来。是不会再脱了吗？穿背心差不多就可以了。站在这几位壮哥旁边有压力。